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啊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快乐，快乐！好啦，咁啊，我哋成两个礼拜咯，我哋系啊，两个礼拜啦，又放年假，系啦，放咗个圣诞假啦，冇错啦，咁样，我哋喺我哋咧畅谈呢一个嘅分析之前嚟讲咧，我哋多谢翻我哋嘅赞助商先，咁啊 ，Conway 啦，咁啊，同埋一阵间咧，如果有啲图表嘅时候咧，咁就多谢 Power Ticker 赞助嘅，系啦，系啦，咁样啊，师傅，即系。回顧一下個市況啦，即係都好多回響啊！係啦，嗱咁啊，首先嚟講咧，就係我哋回顧翻啦，兩個禮拜前啦，兩個禮拜前咁，我哋喺呢個節目入邊咧，咁啊講，咁嗰陣時咧就係十二月尾嚟嘅，啊咁啊十二月尾，咁啊十二月尾咧同大家講咧就會係個市咧就會係先插落去啦，咁然之後嚟講咧就預期咧喺一個嘅月醜月啊。咁啊，越醜越咧，就係呢一個嘅一月八號到呢個二月四號嘅立春啊，呢一段時間入邊嚟講咧，就係咧行呢一個咧，我哋叫做中國嘅農曆節氣嘅月份啊，叫做越醜月。咁我哋當其時咧，同大家講咧，就預期咧呢個越醜月咧，就會用一個咧向下嘅斜線三角形嘅形式，即係咁樣挫上挫落，而向下係越嚟越收得尖，呢一個位係向下係向下插嘅。咁啊。因為有兩個禮拜我哋就冇做呢一個嘅節目啦，咁樣咁啊，跟住有啲 update 咧，我哋都只係擺喺呢一個嘅 Facebook 嘅股海聯盟嘅群組啦，咁同埋就係之前十一月三號嚟聽過我哋股海黃道嗰個講座嘅 WhatsApp 群組，咁我哋主要咧就呢兩個禮拜咧就喺嗰度咧就同大家即係叫做比較貼啲咁樣嘅 update 翻個市況啦，雖然係聖誕節啊，同埋呢一個嘅新年假咁樣嘅情況，咁啊。當其時都同大家講過嘅，去到呢一個嘅二萬四千九百幾啊，嗱，即係將佢插到落去二萬四千九百幾嘅時候咧，嗰陣時我哋都同大家講過咧，就話佢會有一個反彈嘅。咁但係呢個反彈嘅幅度咧，的而且確咧係比我本身咧心目中嗰、那個反彈咧多咗好多啦，係多咗好多嘅。因為當初咧我預算咧，佢應該係彈上去二萬五千。五左右啦，二萬五千五左右，咁啊最多嚟講咧，都係睇到佢上去二萬五千八呢一個水平，就先至符合翻嗰個斜線三角形咧嗰個黃金比例。佢升翻上二千六百五嘅時候咧，已經五成立噶啦。係啊，其實咧，當佢一打穿咗二萬，即係二萬六千五啊，或者二萬六千六嘅時候嚟講咧，咁嗰個斜線三角形咧嗰個形態就唔係好似啦啊，因為斜線三角形咧佢個反彈嘅幅度咧就唔應該係咁大嘅。咁所以咧，就喺呢一個嘅琴日凌晨嘅時分嚟講啦，咁啊都喺呢一個嘅羣組啦，同埋喺個 WhatsApp 入邊嘅股樓黃道咧，都同大家 update 過咧，就係話佢我睇翻個圖形咧，佢而家咧由向下嘅斜線三角形咧，佢而家係轉咗個橫行三角形嘅。咁如果大家有曾經有聽過我啲講座啦，或者係睇過我哋呢一個原來財經一直以嚟嘅節目咧，咁我都略略解釋過波浪理論嘅每一套嘅圖形，佢代表緊咩浪嘅？如果係一個橫行三角形嘅話咧，呢一個浪咧通常咧就係擺喺四浪度嘅。咁當初咧，我本身都同大家預計啦，就係話咧，當佢啊喺呢一個咧，等我睇翻嗰個價位先嚇。好啦，嗱，當其時嚟講咧，我哋做呢一個節目嘅時候咧，同大家講過咧，就係話喺恆生指數咧，佢由呢一個嘅二萬四千五嚇彈到上去。呢一個嘅二萬七千三嘅時候咧，就同大家講咧，佢應該係似完成咗個四浪。咁由二萬七千三開始，就再落去，咁就會行呢個斜線三角形嘅。好啦，咁但係咧，因為佢今次呢一個反彈嘅幅度咧，比我預期大，佢就已經咧升穿咗呢個二萬六千五呢一個咁樣嘅水平啦。咁、那個斜線三角形咧，嗰、那個形態就完全唔似啦，唔係一個直接向下嘅斜線三角形，就變咗而家係行緊一個橫行三角形啊，橫行三角形嘅形態。而橫行三角形咧，而呢個咧仍然係四浪嘅圖形嘅特質嚟嘅。咁即係換言之咧，當其時咧，我預測呢個四浪咧喺呢一個嘅二萬七千三咧完成咧，係個時間點入邊咧係仍然佢係未行得完，佢仍然係仲需要咧。再喺呢個三角形入邊嚟講咧，發多兩陣咧，佢先至可以行呢個五浪嘅。咁而呢個三角形咧，幅圖入邊嚟講咧，就喺呢一個嘅二萬六千八百幾到二萬七呢一個區間啊，呢一個嘅三角形，即係話如果佢升得急嘅，咁啊二萬七咯；如果佢係慢慢熬上去嘅話嚟講咧，就二萬六千八百幾咯咁樣。咁即係話佢有機會咧，係唔排除啊，佢係唔排除咧有機會咧上到去二萬七呢一個嘅水平。咁然之後嚟講咧，都未落得住喎，因為三角形咧入邊係有五個細浪嘅，三角形有五個細浪，
由呢一個嘅24,500點到呢個27,300，呢個係一個浪。由27,300去到啱啱今個月初做過嘅24,900幾，係第二個浪。由24,900幾上翻去26,800或者27,000，呢個係第三個浪。跟住佢由如果假設之間，我呢一個嘅分析係冇錯嘅話，佢由26,800左右，佢會落翻去咧，大約係25,200嘅水平，會係第四個浪。跟住佢仲要再上多一次，去翻26,000，去翻呢一個嘅26,000，咁先至會完成一個五浪嘅三角形嘅形態，然之後先落嘅。咁如果計翻嗰個時間點嚟講咧，即係話咧，如果佢要做呢一個嘅五浪下跌咧，可能已經係要去到明年嘅三月份，即係之前同阿社長一齊喺度講過嘅，就係話2019年嘅三月份嘅時候咧，犀利啊嚇！2019年三月份咧，仲會有一次下跌嘅，可能嗰個下跌咧，先至會係呢一個嘅五浪嘅序章嘅情況啦，就會係咁樣啦。咁即係話時間上有少少延誤咗啦。冇錯啦，冇錯。三角形冇我哋以前睇嗰個係斜線三角形，變咗等邊三角形。而家變咗等邊三角形啊！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係話咧，就算佢而家26,800或者27,000，佢翻轉頭啦，咁你哋都唔好預期咧。佢會大插喎，你唔好以為會大插，佢都係會用一個比較慢嘅幅度落翻去25,000幾呢個水平咁解啫，25,200左右嘅水平。咁所以如果你哋大家之前係做緊一啲嘅熊嘅時候嚟講咧，你哋要留心啦。如果你係做咗一啲時間值扣得比較快，特別係 long put 嗱，因為而家咧已經係1月10日啦 ，OK 啊，1月10日啦，咁啊跟住啊個星期五、星期六日又係呢一個嘅休市啦，到下星期一翻嚟咧，嗰、那個時間值係會扣得非常之快嘅，所以如果你做 long put， 你做得比較低嘅，譬如可能你係 long put 25,000樓下、24,000幾樓下呢啲水平嘅話嚟講咧，就算佢真係慢慢落翻去25,200都好啦，你套 long put 都係要輸噶，所以如果假設之間你嘅 long put 價位係比較低嘅。係 long put 24,000啊，24,000幾嗰啲嚟講咧，你冇辦法，你一定要先止蝕嘅。你止蝕完之後，如果你仲想堅持喺呢一刻繼續睇淡嘅話嚟講咧，你要重新開個期權，譬如你做 long 加 short， 即係我哋所講嘅紅跨，咁就有 short put 去補償翻嗰個時間值嘅流勢，你先至會個贏面比較高咯。啊，情況就係咁樣啦。係啦，咁啊檢討翻即係嗰個策略。同埋我哋點樣同 WhatsApp group 裏邊嗰啲人啊，同埋即係股海聯盟啊嗰啲盟友咧個互動嗰個策略啦、啊。咁、我就發覺咧就即係、我都盡量咧去緊貼個市況噶啦，而個市個行法咧就同我預期咧係即係有啲出入啦。咁啊，但係好在咧，我就即係、都不斷係咁去出 post 啊。例如我話即係個市咧啊，大家唔好做熊住啦，會反彈咁樣樣。咁啊，好多人咧都聽咗咧。就 cut 咗一陣沽倉啦，如果唔係咧，就真係血流成河嘅。但係咧就冇諗過咧，就會飛到上去26,500樓上啊！而家好似27,000都嚟緊，係即係都有少少失而算。咁我去到差唔多26,000嘅時候咧，我都喺個自己個 post 度咧，再有啲不斷咁 update 啦，就話咧可能會飛上去26,500喎。咁果然啊，琴日啊到咗啦嚇。咁啊，基本上嗱，如果我自己嚟計咧，我禮拜一咧就佢未。完完全全升上嘅時候咧，已經平咗一部分嘅沽倉，平咗1/3啦，咁啊執咗少少，但係咧我仍然係有1/3嘅倉咧喺度嘅，咁我點樣去做咧？嗱，依個就係一個策略，我就同一時間我買咗兩個 column 同埋一啲牛證，當佢飛上嚟嘅時候咧，我都可以對沖翻咁樣一路咁樣，但係佢去到26,500嘅時候咧，我又開始沽啦，我琴日開始沽啦，即係我又出咗篇文嘅，我26,500呢個位沽，咁喺今日咧。挫200點嘅時候咧，我又 cut 咗佢，我又止贏，就用呢啲咁嘅策略，變咗咧熊中有牛，牛中有熊呢啲咁嘅情況。好圓喎，正正好圓，冇辦法，因為我覺得咧佢係會跌嘅，我要捱。但係咧現實上話俾我聽咧，個心情係唔會好嘅。啊，雖然我 foresee 緊佢下個禮拜咧應該都會跌㗎啦，或者個扯扯地咁樣樣啦，你冇理由個越醜越咧，即係無論係。用呢、這個金叫咩？叫做咩？玄學金融係嘛？好動盪啊嘛，出醜味齊曬噶嘛，冇理由啊！即係又盈又衝咁樣樣，冇理由會即係個財咧，即係應該係孭唔到咁，應該會好動盪咁先係嘅。咁樣本來預佢會跌嘅，咁但係咧佢又跌唔落咁樣樣。但係我而家都睇緊咧，其實佢跌嗰個方向係不變，只不過係褪遲咗同埋冇之前預計咁急嘅話，咁啊見到自己喺度。
輸緊錢啦，或者冇賺得咁多啦，咁我唯有同一時間去做翻啲好倉咁樣去對沖下。咁萬一佢真係，因為我見到咧，其實佢唔係一面倒咁升嘅，依、這個先係而家個市咧，即係依近呢嗱，自從佢2019年第一個市就跌咗七八點啦，之後咧就未停過啦，係咁升啦。咁係好難玩嘅，特別係今日穿穿插插、穿穿插插，我自己都話啦，動盪式下跌。咁啊，有網友問我啦，話社長咩叫動盪式下跌啦？我就話盪氣回腸，好似追韓劇咁樣，係好刺激嘅。因為你唔知點樣買啦，佢升嘅時候你諗住跟升咧，佢又跌喎。咁你話唉啱啊，都係跌㗎啦，去撲佢啦，佢又升。嗱，今日就係咁樣樣啦。同埋嗰個好淡嗰個角力咧，係好明顯嘅。嗯，即係我成年咧未試過、未見過啲咁嘅場面啊。即係話個市係因為即係佢即係根據我個媒體操作經驗啦，其實年尾佢哋係想拉高佢派緊啲出去，跟住攞翻啲錢翻嚟咧就過年嘅。嗯，因為知道市場上咧其實冇乜錢嘅。啊，咁啊咁啱咧，好似中美雙方會談咧，好似有少少成績咁啦嚇。其實我覺得即係最後嗰個結果唔係比想象中大家咁好嘅。咁於是咧就係咁拉上去，我哋騰訊咧由30几咧。今日肥到去329.8，係啦，330咧都恐慌會穿啦嚇，即係回一回嗰個谷友咧，佢有個熊仔喺度，我諗都會回收啊嚇，咁嘅情況，咁咧但係咧又拉唔上喎，但有咧就繼續未死心，係咁出招。咁今日嗰、那個好淡增持好激烈，同埋咧如果真係睇一啲好粗略、好粗淺嘅技術分析咧，其實琴日咧出咗個射擊之星噶啦。雖然嚴格嚟講，佢唔係完完全全嘅射擊之星，但係佢仍零零舍舍一支陽燭咧就喺上邊。咁啊嗰個燭身咧又咁啱咧，就唔係嗰條線唔係個燭身嘅兩倍啦，同埋下邊咧就多咗少少咁樣，又唔係話好似咁啊。但係呢個情況咧，我覺得係半個月前咧12月中嘅時候咧都出現過嘅。咁今日嚟多支咁上下咁嘅嘢啦。咁我覺得咧係其實跌嗰個方向咧都未扭轉嘅，即係我唔敢講話而家跌完啦，會彈翻上去啦，唔係嘅。咁我都係用翻我自己嘅策略啊，逢高沽啊，小注啊搏反彈。咁啊搏反彈咧係買啲股，因為我感覺到亦都睇到盤面咧係啲股仔咧又出翻嚟揾食啦，係啦。咁啊一啲今日啊升4-5成。啊，跟住聽日咧又跌翻4-5成，呢啲現象咧又出現翻啦，即係鑊氣咧係有嘅，但係淡友咧仲咬住唔放，咁嗰個好淡增持好激烈，咁呢個時候咧我又覺得咧啲倉咧應該要揸翻細少少，係啦，咁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嗱我哋係求財，千祈唔好鬥氣，嗱人係可以估錯嘅，大家都輸得起嘅，冇問題嘅，啊呢個情況咧你上又唔係，落又唔係咧。咁樣一個平常心去睇，會比較好啲。好嗱，咁樣咧我俾翻一個退手位俾大家啦。如果譬如你做咗，即係做咗重紅嗰啲人嚟講咧，你要留心嘅。嗱，如果咧呢個期貨期指啊，如果期指咧升穿27100嘅話嚟講咧，你一定要減倉。嗱，你要記住，如果你升穿27100嘅話，你係冇得拗氣嘅啊，冇得拗氣，因為所有嘅分析方法咧都有機會會出現錯誤的可能性，所以無論你自己的分析方法用哪一套的學術都好來說，如果升穿27100的話，即是說它連這個橫行三角形的圖形都不能夠成立的時候，勢就會扭轉變升勢的。所以如果你升穿27100的話，你一定要減倉。當然市是不會直升上去的，它都會有回吐的，所以你可以將倉搬後一個月，或者將個打靶價褪後少少，令到佢回翻嘅時候嚟講咧，你可以喺嗰度賺翻啲，去補翻之前做紅嘅損失，係用咁樣嘅方法咧嚟去退手啊，就係咁樣啦。咁啊，記住啦啊，而家個市況仍然係未扭轉下跌趨勢呢一個嘅圖形嘅，但係佢嘅下跌嘅時間係因為佢由斜線三角形變成橫行三角形，所以佢會有延後嘅現象。所以你要將個退手位咧擺喺27100啊呢一個水平，咁你就要留，咁你就要留心啦。好啦，咁啊講完呢一個嘅期指之後嚟講咧，同大家 update 下道指啊，道指。好啦，嗱，道指咧
佢喺一個嘅十二月尾嗰段時間咧，咪插咗落去21,000+嘅嘢嚇。咁呢一個咧就係同我哋之前喺節目度同大家嘅預測，呢一個嘅道瓊斯指數咧首要嘅首先嘅下跌嘅目標22,000咧，其實已經到達咗啦。咁啊，跟住咧，當然啊，透過 Donald Trump 咧不停喺度唱好個股市啦嚇，佢係今年咧最犀利嘅投資專家嚟噶啦 ，OK 啊，跟住講親都中啊佢自己 ，OK 好啦，咁啊做咗個 V 底反彈，做翻個 V 底反彈，咁樣咧，道瓊斯指數咧嗰個波浪形態咧，佢由呢一個嘅歷史高位27,000，一直行到去落去第一個浪24,000+，24,000+就係一個叫做 A 浪嘅下跌，27,000到24,200是一個 A 浪的下跌，然後呢它用 ABC 的回吐的向上反彈的形態就上去26,000的，這個叫 B 浪，跟住由26,000插落去21,500這個水平來說呢就是 C 浪的下跌，這個呢是第一浪的 ABC 浪的下跌，但是因為在一個時間裡面太短，跟道瓊斯指數升了10年這個的形態是不符合的，就是說你價位要調整，時間亦都要調整嘅，呢個先至係個精髓嚟噶。所以佢由27,000落到21,000+呢一個水平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未行完整個調整浪嘅。咁而家咧，佢由21,000+彈翻上去接近24,000呢個水平啦，我哋叫做 X 浪，即係預期啊，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數浪嘅方法。佢係行緊一個 A B C X A B C 呢個形態向下嘅。好啦，咁佢由呢一個嘅27,000行到落去呢個21,000+呢個水平嘅時候咧，我哋叫做行咗個 A B C 嘅第一次調整浪，跟住佢而家用一個三個浪嘅形式向上反彈，21,000+，首先咧佢就彈咗，彈翻上去23,400，然之後呢個叫 A 浪，跟住再落翻去22,600，呢個叫 B 浪，跟住而家行翻呢個接近24,000呢個水平，我哋叫 C 浪，呢個 A B C 我哋統稱叫做 X 浪，係兩個 A B C 入邊嘅中間一個轉折位嚟嘅。如果假設之間我呢一個嘅分析係冇錯嘅話，當佢升到上去挨近24,000啦，其實佢曾經喺呢一個嘅價位入邊嚟講咧，其實已經接近做過24,000呢個水平。咁佢完成咗 X 浪之後咧，佢會再行多一次 A B C， 先至叫做完成整個嘅調整浪嘅。咁所以啦，亦都係啦，因為而家現價啦，做緊23,700+啦，而家23,700+。其實你唔排除呢一個嘅道瓊斯指數，佢已經係反彈完畢嘅。當然，佢有冇機會真係試到24,000或者多啲咁多24,100咧？咁當然係絕對有可能嘅。只不過想同大家講就係話，佢呢一個由21,000+反彈上去呢一個 X 浪咧，個勢頭咧係已經即將要行完啦。咁啊，大家如果係做咗一啲嘅好倉咧，可能咧亦都要咧開始要獲利回吐嘅。咁呢個就係道瓊斯嘅分析嘅方法。咁之前一直都好多人問過粒子點樣睇嘅，咁啊而家就講埋嗰個粒子啦。咁啊粒子咧，我曾經咧喺早一個大約係一個禮拜到啦，咁就喺一個嘅股海聯盟嘅群組咧就分析過粒呢個粒子嘅，就同大家講過，因為插得太急。建議大家嚟講咧，千祈唔好追沽嘅，起碼都要等佢反彈。咁啊，預期咧就係反彈到6,400左右嘅。咁啊，點知當然係佢係又係超出咗個預期啦。佢而家反彈到6,900啦。OK， 咁啊，真係得，而且佢係比預期大嘅，即係同呢個港股一樣。好啦，咁但係咧喺呢個6,900-7,000呢一個水平入邊嚟講咧，粒子咧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阻力位喺度嘅，非常之大嘅阻力位。呢個阻力位入邊，就算佢要升穿都好啦，佢都要先向下回一回先至有力嘅。咁所以咧，其實咧睇翻三樣嘢，第一頭先我所講喺恆生指數期貨，佢已經接近三角形嘅頂部26,800至27,000呢個水平。喺道瓊斯指數，佢嘅 X 浪嘅反彈已經係接近24,000呢個水平。喺粒子，佢而家佢呢個反彈浪，亦都係去到接近呢個7,000+嘅水平，亦都係撞到呢一個非常之大嘅阻力。咁喺呢個三個圖形都係極之相似嘅阻力嘅情況之下嚟講咧，我個人相信喺今個禮拜入邊嚟講，應該成個恆生指數嘅升浪咧，就算佢未完結都好，佢都係即將要完結。咁而喺呢一個嘅越醜越，其實你唔好諗住呢個越醜越係已經行完。其實佢只不過其實係行咗幾日嘅啫，因為我哋係依個小寒啦，小寒咧係喺呢一個嘅1月5日星期六先至正式踏入噶嘛，咁而1月7日咧先至係小寒之後嘅第一個交易日，
其實而家只不過喺越醜越入邊嚟講咧，其實只係行咗第四天嘅啫，仲有成個月嘅時間俾你行嘅呢個越醜月，所以唔好諗住咁快就係話哇，喺、哎、又話越醜越會跌嘅，點解而家淨係齋升唔跌嘅？我想同大家講，其實而家呢個越醜月只係行咗四天咁大把啫，由一月七到一月十號行咗四天咁大把，所以大家唔好太過盲目地偏向。以為一面倒是向上升，當然我不是叫大家死忍啊，沽啦沽啦沽啦，不是，我都俾咗個退守位俾大家。喺個恆生指數嘅期貨入邊嚟講，二萬七千一係一個你要留心、要減持貨嘅一個水平，係咁嘅情況。係啦，因為市場上咧，而家嗰個散户啊，普羅大眾嘅投資者咧，個策略咧係多元化咗。因為我聽翻啲券商啲代表啊，或者係。他們是有能力可以操控到啲資金的，唔係操控啦，即係管理資金咁樣樣啦。佢都即係佢哋同我講翻，啊而家啲散户咧，啊普羅大眾咧醒咗好多，啊識得沽期指。啊以前沽期指咧係代表有錢啦，你消息勁啦，你先可以做嘅。啊跟住有期權又識玩啦，又識玩 long 又識玩 short 咁樣樣。啊仲有紅證啊 put 啦咁樣，佢哋好多逆市嘅策略。咁呢班人咧？佢又由於即係大家個水平高咗啊，佢更加佢再高啲咁樣樣咧，佢雞佢要高翻少少噶嘛，佢要 hedge 你哋噶嘛，所以咧成個市咧就變得非常難玩，異常難玩係啦。咁咧基本上咧，雖然頭先師傅咁講話越醜越咧係過咗四日啫，但係我咧都喺聽到啲聲音啦，我都俾人串啊，話啊陰功咯，即係踏入越醜越以來咧升咗四日啦，升咗千幾點啦咁樣。咁啊，我想話咧，未見真章嘅嚇，咁啊大把日子啊，我係維持原判咧，個市係跌嚇，同埋我亦都係之前講過嘅，就係2019年個市咧整體嗰個情況咧，相較2018年咧，我已經係講明咧係一定係一個升市嚟嘅，而且我個目標咧係會去翻30000點，去翻三字頭。咁啊，我當時嗰個走勢咧，我就估。預測啦，上半年是一個反覆下挫的市啦，係一個跌市嚟啦，會見23000、22000呢啲位，跟住咧去到下半年咧先會慢慢咧咁樣咬腰上，但係咧我就冇諗過咧，我上個禮拜預測嘅反彈咧係大咁多嘅，咁我俾阿師傅咧就已經係鬆手啲嘅啦，即係佢頭先講。他預計嗰個反彈咧係應該會上翻25000唔到，我直情係俾到佢26000啦。但係咧估唔到咧，而家咧去到26500咧，都仲未收制。咁咧連嗰、那個我哋之前咧就喺聖誕節期間睇緊嗰個頭先講咗噶啦，嗰、那個下跌嘅三角形咧都成立唔到，要變咗做等邊三角。咁、那個情況咧係有啲唔同咗。咁啊，我又覺得咧個市況咧。其實信息萬變嘅，唔可以一本通書去睇到路嘅。咁啊，有時咧會有一啲唔同嘅策略喺度啦。譬如我亦都聽到唔少人啊，坐咗成千點又有，坐幾百點又好啊。咁啊，唔緊要嘅。用翻多啲靈活啲嘅策略咧去做咧，咁樣盡量將嗰個風險咧控制翻喺個手裏邊。咁我自己預計看翻嗰、那個牛熊分佈啦，嚇有少少參考價值啦。雖然我唔係好睇嚇，即係唔係經常睇。我覺得而家有人開始係轉翻去牛市嗰、那個睇法啊，唔係牛市睇法，應該咁講。一個佢會繼續會上嗰個狀態啊，睇28000、29000呢啲咁嘅言論咧，如果出嘅話咧，咁我就更加確定咧，佢未來兩個月咧。至少係三月嘅時候咧，那個下行那個幅度咧會大翻，會好明顯啦，就係咁講啦。咁越醜越咧，好話唔好聽，咁啊即係四日啫嚇。之後我睇翻下一個禮拜嗰個情況先講。咁啊，但係咧啲世界股啊開始係蠢蠢欲動嘅嚇。咁啊一個新年嘅氣氛啊咁樣樣，咁啊會炒翻上去。咁啊，但係而家咧都係大家。仍然係沉醉緊啲衍生工具啊，熊仔啊，阿撥輪啊，啲期權啊咁樣樣咧，就反而咧就冇乜去點睇啲股啊。咁但係咧，就係、是、你唔睇啲股嘅時候咧，嗰班人咧就揾食啦。因為其實係而家大家留意翻，即係你每日都喺度用手機好容易嘅啫 ，cap 低幅相去做一個記錄，
就是、開市的時候大概一個鐘頭之後啦，十點零的時候睇幅圖，二十大升幅、二十大跌幅是咩股份？好啦，到中間的時候又睇幅圖，嚇、啊，即係午市的時候又睇幅圖，跟住到呢個收市的時候咧又睇幅圖。如是者咧，一兩個禮拜之後咧，又發覺咧，邊一啲咧係做緊嘢，邊一啲嘢咧係做完嘢，咁你就會有個靈感咧，就知道炒邊啲嘅。呢、這個就我就俾大家嘅tips。咁有啲咧係個圖咧係完全係冇一個任何嘅技術分析咧，係可以分析到佢可以咁樣升，又跟住又咁樣跌，咁樣升，乜好奇怪喎，又唔會停佢牌喎。咁我就等緊佢哋會出嗰啲咩股價異常嘅通告啊咁樣，又冇嘅喎，又好奇怪。咁啊，好明顯啦，個市場嘅注意力咧就去咗啲股指嗰度，啊股仔冇乜點理。咁但係咧其實佢哋係做緊嘢嘅，不過唔緊要，因為社長學堂咧就下個禮拜五咧。就嚇開學禮啦，咁咧會詳細講下個股份係點，點解會揀一月十八號開班咧咁樣，因為都係估計咧個市咧係會喺下跌到咁上下之後咧就會咁樣咬腰上，咁講定啲股仔咧，講定啲股票同埋個大市方向咧，咁大家上完堂之後過完年翻嚟咧就可以迎接一個反彈嘅市，去到二萬九、三萬咁嘅情況，咁啊會好開心嘅。即係基本上個策略咧，其實好簡單咧。2017就大升市啦，個個贏到錢啦。2018咧本來好難炒啊，但係因為你睇到我哋嘅節目啊，睇到我哋嘅專欄咧，你就知咧騰訊咧會跌到會跌穿280蚊，四百幾會跌到280蚊啊。跟住咧我又好大筆撐咁樣話2018年12月31號之前咧會見翻三字頭咧，我就請全香港市民食飯咁樣。因為係比較容易睇嘅，前年嘅市2017。同埋舊年嘅事2018係好容易睇，咁我就即係講一啲大家好開心啊、好串嘴嘅説話啦咁樣樣。咁但係去到2019咧係難玩嘅，啊呢、這個亦都係大家都知㗎啦，大家即係炒慣嘢咧係難玩嘅。特別係今日咧呢啲咁嘅市況咧，我係差唔多一兩年咧，我未見過嗰、那個牛熊角力啊、短兵相接啊嗰個情況係咁激烈嘅。所以咧，就算你哋唔係好重紅都好，即係紅倉你自然要係減緊啲啦，即係沽倉減緊啲啦。但係咧，我都講一句，千祈唔好大注搏反手向上飛，係啦，真係唔好做呢個動作住，因為個市咧個主調咧，我仍然到呢一刻為止咧，我堅信咧佢仍然係跌嘅，佢未跌完嘅，啊跌完咗之後咧向上咬嗰下咧。先至可以獲著亂飛，而家未係住啊，早咗啦嚇。咁啊，如果你睇到一啲新聞、一啲報道，有人預測個市係會去28,000、29,000嘅話咧，咁個市咧就會插一次勁嘅嚇。呢、這個就係我喺媒體咁多年嘅經驗咧，去即係估計嗰個誤差係點出現呢啲咁嘅言論之後咧，個市咧即刻調翻轉行，即係十幾年啊、廿幾年都係。咁嘅情況，咁啊大部分人咧就會睇消息去炒市啦。咁我就話俾大家聽咧，其實唔需要點睇消息，除非係啲財技股啊、莊家股咁樣樣咧。所謂嘅消息咧，唔係去聽，係去睇披露二嘅通稿係啦。咁呢啲即係之後大有機會面對面嘅，都會同大家講翻係啦。係啦，咁啊留心個時間位啊，咁啊越炒越行咗四日，行咗四日，咁啊下星期一。留心下星期一，下星期一開始咧，嗰、那個禮拜嚟講咧，其實個勢係唔旺嘅，係唔旺嘅，即係話個市會偏弱嘅。下星期一係會偏弱嘅。啊 ，OK， 好啦，咁啊，而家其實我會睇咧，就睇咩咧？其實我只要睇兩日嘅啫，就係今日啦，因為啱啱好就本來話今朝早8點就係話有呢個嘅集集同埋阿聰聰佢嗰個呢個中美貿易戰嘅談判咁啊，睇下佢會唔會有咩特別嘅好消息公布，借勢夾一夾啲紅倉啦，啊，即係打靶啦咁樣嘅情況。咁啊，見到咧今日咧，其實個市係冇乜點喐嘅。OK 啊，即係好似傾完好似冇傾咁樣啊，已經唔喐噶啦。OK， 好啦，咁啊睇埋聽日，咁啊睇埋聽日，如果個市都夾唔上嘅話，你要留心下星期一開始，可能個勢要開始回。今日夜晚道瓊斯指數咧會開始回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翻。當然恆生指數唔係完全跟道瓊斯行嘅，因為之前恆生指數喺呢一個嘅大跌嘅時候，道瓊斯指數係冇跟跌，
同埋會創咗新高喺秋天。咁到所以到道瓊斯要大跌嘅時候咧，港股又唔跟大插嘅，所以因此你哋要留心就係話佢哋唔係同步嘅，但係佢哋始終有互相嗰個牽引嗰個力量咁解嘅啫。好啦，咁啊下星期一開始，咁啊大家可以細心地觀察。咁如果假設之間你哋嘅紅倉去到呢一個嘅今個禮拜五係平安過渡到嘅話嚟講咧，咁啊下星期就會相信係一個比較安心嘅星期。咁但係最緊要留心個退守位，係27,000呢一個退守位咁樣嘅情況啦。係啦，冇錯啦，都補充幾句啦。動盪式下跌咧，動盪市咧好盪氣回腸噶。最動盪喺邊度咧？就係、是、呢個三月時候嘅事啦，即係大家過完年之後咁樣，可能都混混噩噩咁樣樣啦，即係沉醉喺節日氣氛裏邊啦。但係一去到三月嘅時候咧，就要打醒咧12分精神啊，就要警醒啦。因為三月嘅事咧，可以講係2019年嘅關鍵嚇，佢可以反彈到去幾多，或者佢之後會跌到幾多咧，就係去睇三月啦。西曆三月啊，係西曆三月。啊、一嚟咧就係、是、嗰、那個中美貿易戰停戰90日嚇，嗰、那個限期到啦。點都會有啲結果出嚟嘅，就算好敷衍地都有個結果出嚟嘅。即係就算佢冇乜結果都好啦，市場咧都要為佢咧下一個定義嚇。咁、呢個定義咧，其實會唔會直接影響個市況點行咧？我又覺得係關係唔大，但係咧問題就係市場點樣去解讀呢個定義嚇？呢、這個第一，第二三月。傳統的業績期、就會公布咧，2018年12月底止嗰個全年業績，同埋嗰個第四季度，就係話中美貿易戰由舊年二三月開始開打啦，2018年嘅二三月開始開打，到而家目前為止，究竟對上市公司嗰個業績，佢哋個盈利表現構成啲咩實質嘅影響咧？就喺三月份嗰個全年業績咧，就會見真章啦嚇。呢樣嘢如果真係有影響嘅，咁、那個市就向下行噶啦啊。因為其實都係為一啲基金啊，為一啲大户啊，製造一個出貨嘅藉口啊。因為非常之冠冕堂皇啦，哦業績差，受到中美貿易戰唔明朗咁，咪出貨咯。咁呢啲係即係俾咗個好嘅藉口佢哋。第三。就係、是、呢個北京人大兩會嚇，咁啊，我亦都講過噶啦。今年咧，2019年咧係建黨大業啊，70周年啊嚇。咁呢個北京人大兩會咧係非常重要。咁啊，所有啲上市公司老闆啊、政協啊、權貴啊，全部去曬北京開會啊，包括唔少香港人啦。咁咧，我自己嘅記者生涯裏邊咧，我都曾經咧採訪過呢個兩會嘅。咁啊，的確咧消息咧係滿天飛，亦都係好受呢個中外傳媒嘅。重視的、其實呢消息是否跟著成為之後的股價的向上向下的果呢，其實不一定的，互為因果的，只不過呢是當我們是給一些給這三件事、業績、停賽90日以及這個北京人大兩會幾個因素影響呢，那我們的心情呢會發上發落，從而影響到那個市呢是非常動盪，所以呢大家呢、放完新年假之後呢就真係要去為三月咧去做一個準備啦。好，咁我哋而家係時候咧解答一下好耐嘅朋友嘅一啲嘅問題啦，咁樣。嗯。好啦，首先我由開始答你先啦。咁啊，27300嘅熊仔安唔安全咧？咁頭先我講過，27100期指咧係一個要大家退守嘅位置嚟嘅。如果你就咁睇呢一刻27300嘅熊仔。當然我自己個人在這一刻，因為它未到26800啦，不要說27100啦，它26800都未到，所以27300這個熊仔在這一刻來說，我只能夠答你有70%安全、70%，因為我都不知道它會不會突然之間、今晚又不知道出什麼消息，令到明天的市再夾一夾的嘛，我都不會那麼快肯定的嘛，所以如果你說這一刻問我，我會答你70%安全，27300的熊仔，但你必須記住啦，當如果它升穿26800的時候，這個是第一個警號來的，如果它升穿26800是第一個警號，如果它升27100的話，這個是必須要退守的位置，那你就要再轉一些更加遠的打靶架，或者將它吞到第二種的做淡的方式，或者暫時停一停，看清個市況，然後才可以再入。好了，道指剛才、有朋友問，道指說了，道指就是說
ABCXABC 呢一個咁嘅行法，咁二萬四估計會係呢個 X 嘅浪 X 浪嘅浪頂，二萬四到二萬四千一應該係最準嘅，所以而家二萬三千九百幾啊，之前去到其實可能已經行完都唔出奇嘅，咁呢個可以睇多一兩日再決定啦。黃金。黃金是1198入了，其實黃金來說呢應該有機會去到1300或者1400，如果說中長線，因為你問我中長線的看法是有這個可能性的，你可以揸一下先黃金。就道指中長線有什麼位置可以入，我覺得你可以跟社長的說法一樣的，你可以等明年的今年2019年3月，你看完2019年3月才去決定道指的中長線買入價。好了，好了，跟住了粒子剛才講咗啦，粒子剛才講咗就係去到呢一個嘅6900多-7000呢個水平，撞咗個好大嘅阻力，所以我相信同道指一樣，嗰個反彈浪基本上係接近完成。OK， 好啦，咁啊，跟住好掛住我哋啊，多謝你哋啊。好啦，咁跟住咧，7000就有冇機會穿330？咁啊，喂，呢個我覺得係五波330，因為實在太近啦。呢個330呢個位置，我覺得係五波啊，咁樣嘅情況啊。加 put 啊，加 put， 如果你加 put 嘅話咧，我就唔係好建議做 long put 喎。如果你做 put 嘅話咧，嗱，如果你呢一刻你堅持想攞個呢個位去做 put 嘅話咧，你做輪就安全過做呢一啲近紅啊，好危險啊，近紅，隨時佢崩完你先落㗎。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你真係想搏，你少住做輪就會安全啲，相對上嚇。嗯，恆指幾時沽得？哇！你問我咧，其實我就好坦白同大家講咗喎，喺股海聯盟群組係咪？嗱，我第一次，因為我第一次預測個反彈咧係25500啊嘛，當其時唔係好即時 update 大家嘅。咁其實嗰陣時我同大家講就係話，可能25500已經係一個今次嘅反彈嘅一個靚位，所以我自己就當然係沽咗啦，啱啱？咁但係跟住佢穿咗去咗26000啊嘛，咁跟住嗰陣時嚟講咧，我就再加咗嘅。咁啊，26500我亦都再沽咗嘅，咁嘅情況。咁而家就我就仲有留花住本錢喺27000嘅，咁啊，咁啊，唔知希唔希望佢到好啦，唔好用佢啦。我唔知希唔希望佢到。師傅大户嚟噶，係咁搣咗坐先定點啊？即係呢啲嘢唔好學，大家唔好學啊！我所謂即係有翻上下能力先得噶。我所謂四注嘅意思唔係四張喎，你唔好誤解喎。可能係細細張嗰啲啊，唔係喎，好大張嗰啲。係一幅咁樣咯。我唔係真係四張喎，四注嘅意思唔係四張嚟嘅。年紀啊，四張嘅。我驚過你咧，唔好再啱啱先。好啦，咁啊，似要向上破位係似噶，啱噶。所以如果27100嘅話嚟講咧，要有退手噶，啊，要有退手噶。所以我沽期指咧，我都唔係完全沽今個月噶，我有啲係沽喺三月份，唔係二月份嘅期指噶，就係咁樣嘅情況啦。嗯，要 call 恆指呢一刻啊，唔建議咯，因為就算你 call 都等佢回啦。嗱，即係譬如嗱。每個人都有權睇升或者睇跌嘅，我覺得你覺得係牛市唔緊要嘅，咁但係你都唔係而家追噶嘛，即係你24900升到上去26600，咁升咗1400+，你而家先嚟追恆指 call， 你都唔會而家追啦，你起碼等佢回啦。我驚你撲錯邊啊，因為我都係嗰句啦，如果就算你唔加 put 都好啦，或者你唔 cut put 都好啦，咩都好啦，你都唔好去開 call， 因為咧而家個情況咧，佢直情係升拉唔上又。撳又撳唔低嗰種感覺。即如果你唔係，就算你真係，譬如唔緊要嘅，我覺得每個人嘅睇法可以唔同噶嘛。即你可能可以睇佢已經係熊市見咗底升，但你睇升都唔係呢一刻，都唔係呢一刻 call 噶嘛。你升個1400-1500，你都一定要回嘅。你放心，個市唔會唔回嘅。你起碼都要落翻去25800，你先可以開 call。即如果你係睇個市升嘅話，你都要落翻去25800先可以開 call， 唔可以喺現價追嘅，死緊嘅。好啦，咁啊會唔會熊市已經完咗？咁啊，亦都係頭先我講法啦，就係話每人都有權睇升或者睇跌嘅。呢個純粹係我自己個人嘅分析，即係我同阿社長都覺得個市係仲有一針要落嘅，只不過插嗰個幅度嘅時間點延長咗咁解啫，而唔代表我哋睇今個月個市係大升啊嚇。我哋唔係咁樣睇法，亦都再重複，越醜越去到今日星期四，只係行咗第四日啫。去到明年的，唔係，妖又講到明年，去到二月的二月四號立春，
先至叫做完成成個越醜越，仲有成兩三個禮拜俾大家行嘅。OK， 就係咁啦。嗱，都係要回顧翻噶啦。嗱，2018年1月29日歷史新高33,404，反覆下跌。啊，6月嘅時候直情係急挫，去到10月30日嚇，24,540，我唔覺得24,540咧呢個咁嘅熊市嘅走勢咧，呢個咁嘅回調咧係底部，我覺得會嚟多一針，呢一針咧起碼要跌穿24,000，我先覺得成個熊咧係走完。但係你話有啲唔知咩影響咩力啊？侵侵同埋阿雜雜啊，打搭曬膊頭好 friend， 乜都傾得掂啊，冇問題啊，咁樣樣。係一路拉拉拉28,000-29,000咪即係之前嗰啲嘢推翻曬㗎啦，冇計㗎啦！如果有啲咁嘅嘢啊，依啲叫做突發性嘅嘢嚇，咁啊亦都冇人寫包單嘅。但係我唔覺得2018年10月30日嘅24,540係喺呢個1月29日所創下嘅歷史新高以嚟調整幅度嘅底部，我覺得會再穿。好嗱，咁啊跟住繼續答啦，啊因為好多啊，我哋要快啦。好，好啦，咁啊跟住嚟講咧就係、問恆熊市會唔會已經完咗？啱啱社長答完啦。OK， 好啦，咁啊，跟住再問啦。美股邊一日會開始跌？頭先講咗嘅個市，但睇埋呢一個嘅道指啊，睇埋今晚同埋聽日啦。咁啊，如果我哋純粹問我依一刻問我嘅話咧，我自己個人預期下星期一開始，下星期一開始會慢慢向翻下，下星期一開始會慢慢向翻下，所有係啦。好啦，咁啊，有人問美股跌會唔會港股唔跟跌？咁就算唔跟跌，佢都唔會變成大升噶嘛。即係你唔會話喂美股大跌，跟住港股大升咁都唔會噶嘛。佢只會跌得冇咁深咁解嘅啫。咁佢唔會完全唔跟嘅，咁啊跟少啲咁解嘅啫。好啦，咁啊跟住就係、是、啊有人問啦，如果穿咗27,100，期指會變成咩浪？如果穿咗27,100嘅話咧？它會變成 X 浪，它會變 X 浪，它有機會直接上28,000，上28,000的水平，跟住不是即刻變牛一的，它都仲要向下試的，只不過它向下試落不翻件新低咁解啫。即係如果穿咗27,100，跟住它上到28,000，如果它上到28,000嘅話，個浪的形態當然是不同咗啦。唔同咗嘅話嚟講咧，咁之前做過的24,500就有機會變成係一個調整的浪底，係24,500浪底嚟。咁但係，但係。就算佢升到上28,000都好，佢都係要落翻，佢先至有力再上噶嘛。你無端端唔會直升啊！呢個世界上只有恐慌性拋售，冇恐慌性買入㗎。你哋要記住，你哋唔好諗住升咗1,450就你就諗住不停喺度升咁先至得㗎。大佬，你唔可能㗎呢件事情嚟咯。你哋唔會，呢個係絕對冇可能發生嘅。嗱，仲有咧，補充少少啊，非常重要啊！嗱，為咗慶祝建黨70周年啊，要升市。在26,000拉上30,000咧，係俾貴咗錢去做嘢嘅，個 premium 好大。譬如對波鞋1,000，而家你係用咗1,500去買，但其實咧你可以700買嘅。OK， 咁我唔覺得咧就咁26,000咧拉上去30,000咁就哦慶祝國慶咁樣，我就唔覺得啦。要懟一懟，懟低啲先啦，嚇懟翻到23,000-24,000拉上去，好睇好多噶。好，咁樣咧，浪頂問預計幾多少？如果你問恆指，頭先答咗嘅咯喎，即係我預計係26,800至27,000呢個水平就係三角形嘅浪頂啦。呢個係我預計嘅。咁當然唔係話一定啱，所以27,100就係一個退守位，就係咁簡單啦。OK，好啦，牛而家直唔直播答咗啦。你要做牛都要回翻25,800先做得，冇理由而家再望居。好啦，跟住941未入，咩位入？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咁睇好941呢一隻股票嘅話咧，你都要等佢回翻去76先至入啦。如果你睇好941啦嚇，你都等佢回翻76先入，冇理由而家追嘅又係呢個講法。係啊，因為而家咧即係講緊咧，我哋係仲有話個市有機會向下嘅。咁而家佢去到而家今日咧，去到79.75去收嘅話咧，咁啱咧就同呢個十月初嘅時候咧有一個好明顯嘅雙頂啊！雙頂就回落㗎啦嚇。好啦，好啦，咁啊有朋友問用八字學點解解釋越醜越對股市不利？其實講過嘅喎，你睇翻前一兩集啊，有分析過俾大家聽嘅。睇翻前一兩集原來財經有講有八字盤嗰期啊，你睇翻前一兩集。係啦，咁樣咧就700會唔會落去250？呢個唔係話。
很肯定可以搭得到250，因為之前的浪底是260嘛，它有機會就算再落都好，因為我們預期呢恒生指數再插那下的力量來說呢都是可能是23000多左右的嘛，23000多，而這個700未必可以去到250那麼多，可能做雙底的都是最多，不一定去得到250。新年期間留意啊，騰訊有什麼 game 呢是上榜啊，很影響。好啦，剛才有朋友問啊，社長二月新年後會上30000點，你解讀錯誤，社長不是這個意思，社長的意思是說2019年西曆三月份恆指會再插多一下，然之後2019年這個的建黨70周年慢慢會爬上去29000至30000的水平，而不是說2019年的2、3月上30000點水平，哇大佬坐飛機都升不到啊！這個位是2019年的年尾㗎啦，2019年的年尾有機會上翻去29000至30000點的水平。我都我即係話，如果而家二講嘢唔清楚，係啦，係真係唔啱啊！飲，因為26500而家呢個位啦嚇，即係就建黨70周年啦，好值得慶祝啦！咁呢個拉上30000點啦，咁呢個位拉上30000點咧係唔抵啊，唔直博啊！即係我覺得咧，係要懟翻針落去嚇，起碼穿翻上年10月30日嗰個24540個位啊，穿再深啲23000咧，跟住先拉翻上去30000點，咁咪好睇咯。意思係咁嘅啫，所以我並不認為咧已經個市咧係跌完㗎啦。咁啊，佢係咁由而家呢個現水平啊，嚇最多咪跌翻600點啦，跟住先拉翻上去30000點咧，即係唔係一個吃大茶飯的行為、啊、我不覺得幕後，如果幕後真的有老闆的話，我不覺得這個老闆或者這個領導或者這個、集體的意識是會這麼短視，我並不認為如此、啊、好啦，那接著有朋友問16這隻股票來說都是一樣，你問16和288什麼位可以揸都是一樣的，現在這樣急升了上去你都不是現在馬上追的嘛，你都要等它回，即你就算你看好個市況你都要等它回一回的。那如果你說16來說呢，你起碼要回回去115元左右這個水平才入，即如果你想看好這股票你都115元才入，就沒理由現在即時追啦。好啦，今天288是啦，288都一樣啦，如果你想買的話你都等它回一回去到6元留下才好入，6元留下。其實288萬州國際、PE 是稍高的，我覺得10倍留下會比較好。好了，1357有沒有得上？1357你不要追，但是1357來說現在它做了個底是挺漂亮的，它應該慢慢它有機會呢可以上到3元的，你可以看著這個目標價先，如果你入了市的話。好啦，跟住有朋友問係咪大寒向下？我係個人係咁樣預測嘅。大寒即係呢一個西曆幾多號咧？大寒咧就係呢一個嘅1月20日，西曆嘅1月20日大寒星期日嚟嘅。啊，咁啊21日就係大寒之後嘅第一個工作天咁樣。咁啊，大寒嗰兩個禮拜之後向下，呢個係亦都係我嘅睇法係啱嘅。咁但係我自己個人認為，其實下星期一開始咧，慢慢會向下噶啦，已經。好啦，3333可唔可以長揸啊？3333，我睇下咩嚟先。呢啲係嚇市場焦點股嚟喎，一睇翻個中文名就知啦。突然間你俾個 number 我咧，係啊，冇錯。可唔可以長揸？睇你個用途係乜嘢，同埋你嗰注資金有幾大啦？你話唔係我10億、8億身家，攞幾千萬出嚟玩下咁樣，咪揸咯，係咪啊？冇問題。咁啊，但係我啊覺得咧，即係平少少啦，20元留下啦，就比較吸引啲啦。因為佢而家成個勢係係落，即係落緊啊嚇，即係佢會喺22、23、21元呢啲位咧啊，會做個整固先啦嚇。咁啊，26元、25元呢啲個阻力好大，咁我覺得依個位唔係咁靚，不如你真係搏下。因為我哋都既然講話下個禮拜一個市咧開始回啦，咁你睇下揾到啲18、19元嘅位置買咯，係啊。跟住吉利汽車175，
跌到非常吸引啊，單位數先買啦。係啊，好啊，費事撳。咁跟住啦，二三一八，中國平安啦，係啦。呢啲股咧，多人問嘅時候咧，就代表咧個科技股咧，即係之前嗰啲泡沫經濟咧，就開始回歸翻一個舊經濟嘅體系啦，會去翻啲金融股嗰度啦。咁我覺得咧，佢長線咧點都係一隻至少係喺75蚊至90蚊呢啲位行嘅股嚟嘅，所以而家69蚊咧。咁係即係點講啊？有幾蚊走賺嘅，而家呢個位咧係可以買嘅，因為我覺得佢至少係一隻75蚊樓上嘅股嚟嘅。好啦，跟住銀河娛樂27，銀河娛樂。銀河娛樂咧，其實佢係一間好好嘅公司嚟嘅嚇。咁我次次去澳門咧玩，去傾生意嘅時候咧，咁咧。都咧好多朋友咧都係即係我都會喺市場咧喺現場視察啦。咁我咁多隻賭業股裏邊咧，最中意就係呢只噶啦。咁啊係可以值得長期持有嘅。咁但係奈何咧，佢始終都係嗰個行業嗰個敏感性啦。佢又可以俾人去利用佢做咗好多嘢啊，即係佢個本業啊。咁佢自然咧就會有一個叫做監管嘅風險喺度，會受一個外圍經濟影響得好緊要嘅。但係本身咧。佢嗰、那個嗰間公司啊，嗰企業管治啊，任何嘅嘢啊，盈利增長咧，都係冇得頂嘅，都係一個即係一個一流嘅企業嚟嘅。只不過佢嗰個行業嗰個風險因素同埋嗰個受監管嗰樣嘢咧，令到佢個股價咧浮動得好緊要。咁啊，啲人咧就當咗佢咧係一啲炒股咁炒，其實佢唔係一隻炒股，只不過佢嗰、那個價格波動得好緊係好大咁解啫，係啦。好小米1810。小米1810，系 ，OK， 呢個係肥仔岑志勇好中意嘅股份嚟嘅，咁我勸大家避一避，OK， 匯豐5號 ，OK， 5號，係啦，喂，啲人咧開始腳踏實地啊，嚇，2318啦，咁啊咁樣啦，匯豐咧就佢都係嗰個問題，因為佢係一個。國際級的銀行，很多人會利用它去做一些事，特別是美國呢會咬住它，又說它有些洗黑錢啊，那些這樣的，即不關它事啊，其他公司利用它洗黑錢啊，這樣它間中又賠下錢，那就搞到它呢，即已經以前是聖誕節，馬匯豐，現在沒有這支歌仔唱啦，那它現在那個頂部阻力呢大概在70元左右，那它就算個市真的說 向上行呢，佢最多都係會升翻上70松啲，呢個位咧就我覺得就唔係咁直博嘅，因為執幾蚊啫。咁當然你話你擺嚿錢喺度收下息，咁無可厚非。係咯。但係咧，恐逢咧，你唔會見得翻，就算係今年七八月嗰啲位，即係譬如75啊、76嗰啲咧，係好難見得翻。OK。係啊，所以咧，即係匯豐銀行咧，我覺得比較適合一啲好保守嘅投資者喺呢個位入嘅話，即係好保守，你唔係諗住賺啲咩大升嘅價咯，純粹真係我攞嚟擺咯，因為你嗱你見佢冇乜點喐嘅，基本上個市升其實佢都唔係好升嘅啫，基本上都咁啊好啊咁啊，但係佢喺呢個低位，你要佢大跌，佢又冇乜可能咁啊，所以變咗嚟講，你真係純粹攞嚟擺咯。呢個位都靚啊，今日收64.8，咁佢攞嚟擺咯，匯豐可以係咯，10月30號嗰位，舊年10月30號嗰位係60蚊啦，60蚊都叫做鐵底啊，好難跌得穿嘅。係啊，攞嚟擺下咯咁樣。哇！我哋終於好快咁樣，我哋答咗起碼超過40條問題啊，已經係好啊，係咁樣咧，我哋就可以收工啦，收工啊，可以收工啦。咁啊，大家留心啦，係啊，再重複一次，係啦。如果做咗紅嘅，留心個退守位喺27100啊。當佢升出26800嘅時候嚟講咧，你要多啲及住個市。如果你覺得個市係已經見咗底，要睇升嘅話，都唔係呢一刻，你起碼要回翻去26000樓下，你先至可以。入市嘅，如果你想睇升嚇，咁啊，即係無論你睇升又好，睇跌又好，我都俾咗兩個 hint 大家啦。咁如果你講時間位入邊嚟講啊，等埋聽日下星期一開始個市會慢慢回嘅，而大寒1月20號打後開始嚟講咧，我哋相信個市會開始回得比較急啊，這個就係玄學嘅睇法，圖形嘅睇法亦都話埋俾大家聽啦。OK， 咁啊。
當然、啊、大家各人自己參考，只不過想跟大家講，無論你想做啲乜嘢都好啦，風險管理你要永遠係擺喺首要嘅位置。呢、這個世界上冇人可以每一次都幫你捉曬頂底，哦，跟住咧就扭開個免費台，跟住啲錢咧就自己送埋嚟啦，係咪？冇呢個世界上，你哋自己都要做啲功夫，要學下點樣去做寬理，即係呢個風險管理嘅，就唔係話誒我扭開個免費節目就等人哋派錢俾我使，即係唔好有咁樣嘅諗法啦。希望大家 OK。係啦，係啦，有冇？咁你完噶啦喎。好啦。咁啊，下個禮拜翻嚟再見啦。好啦，下星期四再見啦，拜拜。贏多啲，拜拜。拜拜。